大家好，今天繼續跟大家分享四十五式太極拳。咁上堂咧就去到獨立打鼓，今堂咧就係由右分腳、左分腳教兩個分腳。好，我而家前後同大家示範呢幾種嘅動作。今天的四十五式太極拳就同大家分享到這裡，那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